天上，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，他回家了。太阳星星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。大妈，哎，叶子绿了什么时候开花？等夏天来了。花红了果实能去摘吗？等秋天到了。果实种在土里能发芽吗？它会长大。花叶子果实就是吉祥的一家。正在发芽，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。Don't worry.